大家好，欢迎又回到这一集的来我家聊天，来我家闲扯。那现在时间，报一下时，现在时间是26号的早上5点10分，天快十亮了。二月26号早上5点10分。那我们刚刚呢才录完了上一集的来我家闲聊，那然后就出去做一件事情，但你可以联想到这是什么事情吗？那你看着我们手上的东西，大概知道我们去干了什么事情吧？答案就是这个，对，就是前阵非常，到现在也非常热门的收那集活个什动，么玻枭璃？雄，对。那既然我们起了个这么大头去，当然是要让大家看我们战利品啊，对不对？答案就是我们没换到，我们跑了，四家，我们跑了4家 7-Eleven。居然每一家都都没没有，有，对，每一家有一家，不是没有，有一家有一家在哪里？去，在那个收银台上面写，那个。熊熊还还没没到，来，不不要要再问问了，了。对。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，那店员还在跟里面抱怨说，啊，大家拢问这不個，是啊不不，是，伊讲今日人每一个人拢问这免做代个，哎志。呀，免做代志啊，哎呀，那总之呢，就还是换到了3张的兑换券，那。刚刚我们在问那个店员，就是刚刚我们在跟换这个的那个聊店天，员闲瞎聊，扯，闲对。聊。然后我跟他说，来换这个，他们是4点1到就换光了嘛。他说3点半就有在外面排队了，三点半哦。今是读册呢，要练军歌好。对啊，3点半就有在外面排队了。而且问了年龄层啊，男女老少，各种对，年龄都层有。都有。而且刚刚要就是吴欣怡要去睡的时候，就是她要去睡的时候，我还跟她讲说，啊，你真的要4点半起来，你就真的要堵她那一下就对了。她就说 OK 好，她要4点半起来。那还好我们还是去了，对，去。去了。等一下搞不好你知道换到这种东西，然后拼到现在都还没睡。您觉得何必呢？而且我们两个人手上这样子啊。这已经第二杯了，这我们两个手上第二杯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决定说不管我们再喝个，因为我们本来手上还有2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不然我也去拿一支好了，然后想说那不然我就买一杯，然后再加他那个什么49元嘛，对不对？就想说买一支49元也好，我爽就好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哦，因为现在半价哦，所以你买2杯的价钱差不多就是等于是19元，那不行，对。所以那我就想说，那这样不如我们就是再各买一杯啦。所以我们两个很快的在 Seven 喝掉了一那一杯杯是杏仁，浆果，榛果拿铁，然后现在又拿回来这杯是抹抹茶茶，拿铁，对。我来不及，里面得加冰冻水。好，那个大家不要交我朋友了啊，这个代价也是蛮高的。我刚刚想说。唯一等一下，等我们睡起来，唯一会感到爽的事情，就是当我们走出去，看到外面 Seven 也写着说，不好意思，本店兑换券已经换完了，我才会感到爽。我觉得还蛮困难的，因为它还蛮厚一点对，而且每间店都有，我们去的。跑的那几家，除了熊还没到那家之外，其他3间都还有。对，我有问那个上次是不是每个门市的熊都一样多只，他说不是。他说也就是你会觉得很有趣，说他到底是什么店要分多一点，什么店分少一点这样子，这还蛮好玩的。然热后。门店分多一点吧。对，那当然，那就是多多少那，然后希望下次不要再这样搞了哦。不可能，他明天还是这样搞。统一耶，拜托，万热统一耶。为什么这样子？那算晚一点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好。呵圣诞节快乐。呵。那我们干杯吧。好好好，